萝卜牛肉煲汤。萝卜牛肉煲汤的所有食材，切姜片，切葱花，白萝卜切滚刀状，彩色萝卜切滚刀状，牛腱穿烫后切块，牛肋条穿烫后切块。北海道根昆布浓缩高汤，昆布与煎鱼的鲜美带出料理的层次感，完美取代盐及高汤。根昆布高汤可以软化肉质，轻松取代各种腌料，去腥提鲜，让风味更升级。开中火，倒入油，稍微用锅，牛肉下锅，拌炒至表面上色，蒜头五瓣，姜十五克，拌炒出香气，加入彩色萝卜、白萝卜，水1500cc， 放入葱束，转中大火煮滚后，捞出表面的浮渣，盖上锅盖，转小火慢炖50分钟，打开锅盖，根昆布高汤适量，撒上葱花、黑胡椒粉1小匙，萝卜牛肉煲汤就完成喽。